今天咱们把这个车给它装满啊，装满，装满它以后，咱们看看，新找了一个坡度大一点的路啊，咱们再跑一跑，给老铁们看一看啊，看看它的动力，装满一点啊，这湿的沙子重量还是有的啊，看到没有，装得满满的。好，还能来一锹，这里差不多有五六十斤应该有吧。啊，堆高一点，就是缺了一个同步。咱们现在到这个地方了啊，来，现在试一试啊，加大油门。哎，这个轮子有点往后倒一点。